用无版权的音乐就不用担心了。我跟你讲，之前就是 YT 的无版权音乐莫名其妙开始有版权了，所以之前才一大堆人，连哈基也中奖啦。哈基也有一个，有些影片是用无版权音乐，然后就中奖。就像之前《黄金传说》的做菜歌没有版权的，就突然有了。像我把后台的那个弄一弄啊，顺便挖矿。安排所有发货时间。刚刚盖了一个铁巨人塔，但是我挂了半小时，一个都没有。你有没有让僵尸跳来跳去？我要问一下他们花的钱啊！我们全部都变玻璃哦，这里。你要让那个僵尸跟我的那个一样跳来跳去，最保险就是你盖一个两格高的。然后在第一格倒水，然后在水的下面放一个灵魂沙。哦，你一定要让怪跳来跳去哦。你要让村民看到，就是我等一下解释给你听，就是僵尸的视线要看得到村民，那、啊、村民也要看得到僵尸眼睛呐、啊。那然后再来就是，你就是要利用那个他。突然冒出来，消失，冒出来，消失，冒出来，消失，这样子村民就是会比较快刷出铁巨人。你这样试试看，然后通常这样试完之后，要过一个游戏的一天，才可以开始升铁巨人。要吓到村民，这样村民就会从床上起来，就是，就是他们这样下床之后，这样子刷新他们的对话，让他们升铁巨人的机会加高。我等一下去看那个实验室给你看，然后我脸上又长一颗痘痘了。
来哦，就是你看哦，我觉得我这样盖还不错啦，就是你看这个视线哦，他们要跟铁巨人对，那个跟村民对到，我觉得我这边这个是巧克牌的盖法啦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还 OK。那这边开始都是我的盖法，就是你看，欸，我怎么会盖这么近啊？你就是要这样子，让他们这样看到看不到，看到看不到之间做那个。哦，这因为是玻璃方块，所以他看可以看不到。啊，如果你这样子，他们就比较不会怕了，因为我这个盖错了。因为照理说，应该中间再隔一个，然后再盖一个十字的在这边，所以这个要打掉，然后他们就吓到了。吓到就会拼命想要叫铁巨人出来，你看生了，你可以帮我看看刚刚有没有对你砸星星吗？我看一下哦，你刚刚你是说手机买的星星两颗星星一块钱这个吗？哦，是不是错过了啊？我看一下哦。欸，对耶，没有看到耶，聊天室没出现，可是有出现你的那个星星，我去后台反映一下。你是说这个吗？500颗星星吗？感谢杰云的500颗星星，这样子。欸，星星没出现要提醒我耶，因为重播，这样有用吗？没有哎，看一下哦。直播组控制面板，登录，重播。会考后，啊，有看到了，哦，好好好。会考后可以上台看繁星了，还有11个礼拜哦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那就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其实真的还蛮好升铁巨人的啦。安人，好，我们回来了。那，哈？傻眼，在干嘛？我现在才有 F3 加 B。还有29分钟，再去地狱玩一下好了。喂喂喂喂喂喂！感谢杰云的100颗星星啊，这个就有了，奇怪。感谢杰云。没有啦，没有出现再跟我讲就好了啦。我再从后台看。那我今天没有睡觉，没有睡午觉。呜呜呜呜呜！因为我这阵子就都没有喝那个提神饮料了，然后就是今天下午想说啊。买那么久了，来喝掉好了，感觉有点用欸，就感觉比较不累了。可是提神饮料还是要少喝哦，因为它只是骗你的身体，后面是会让你累回去。先把这边补起来。
这边够远的，明天还要模拟考，那记得早点休息哦。模拟考加油！哦，走这边上来。吓死人！这好像够远了哎。这边不用盖了吧？好，就到这里。聊天室，我贴图已经弄了，可是他一直说审核中，感觉就是我这几天是狂，就前阵子刚有那个支持者的时候，那边狂乱弄贴图，然后官方那边好像就觉得我在那边乱搞，审核特别久吧。懂那个意思吗？就是。我那三天就是一天换一次贴图，然后可能按，就是太频繁换了，然后可能就是稍微列黑名单吧，怕说审过了啊，我又那边乱按，有没有？
也不是不可能啊，就不过这上面怎么上去啊？好啦，先试试看。那我们平台往外铺。哇！嗯，铺半砖。感谢欧俊腾的十颗星星，没钱买支持者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支持者只是可以进图跟使用贴图而已，没有问题。干几格啊？嗯。不能再过去了，再过去那边有神怪。游太久了吧？哇！游不过去，游不过去，游不过去！还好反应快了一点点，不然全部要喷光光了、欸。太难游了吧！这里，哎咻哎咻，好啦，剩九分钟了，我们先回主世界。烧太久了吧？你们刚刚有说觉得很可惜，怎么没有死之类的吗？哎，烧太久喽！这不会是地狱的岩浆，烧得特别久。嗯。好久哦。是显示 bug 吗？怎么还在烧？哇，没看我要水我就死了欸。不然就是我要附一套那个火焰保护。
好了，先这样吧。啊，看一下哦，碳放里面，先把建材再带一些过去。拿些石头。哦，刚挂的石头又快挂完了。木棒。啊，小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有一个银行的信，看一下，来瞄一下，走开啊，走开啊。续弦，什么东西？嗯？为什么？我走，什么鬼？北投分行，公司改签。啊！这是什么钱？我怎么没？等我一下，哎，我看不懂这是什么。6469，等下综合储蓄是什么意思啊？北投分行，玉山，我，哈，下午直播的记录不用等一个礼拜，要啊，我直接上传了吗？没有吧？欸，靠北啊！我直接发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完蛋了！我没设定好。哇，来不及了！哇，算了，那没关系啊。啊，没设定好。我刚刚就是在用这个，没有弄好，完蛋了。好像手机绑定钱包，哦？我买了什么鬼东西啊？我这个我晚点再去研究看看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个欸。好啦，我们准备过去咯。今天的版本是多少？1.14.4。手机账单哦，可是我手机
没有绑这个哎、欸，我觉得有问题耶、欸。啊，晚点再来查。好啦，我们先离开这里了。然后问我们说：“哎、啊欸，我哪里不一样了？哪里不一样了？哎、欸，你这个造型很像那个之前那个杨丞琳水母头那个时候。哦，还蛮像的，还蛮像的，夸他哎！不要再讲了，哦，像有像，夸他哎！哇，你这造型好像那个哦，好像那个八点六哦，哦，有八点六八的。对对，你那个刘海应该就长一点哦，那个设计师够好。”有两个粉粉的人，你看杰克怎么在顶新方块？顶方块啊，然后今天是有点新方块，那就嘿，我是一个空岛啊，哟，一群方块人啊，谁还没进来？换个头啊，波波有点，波波有点烦，波波在哪？你这里干嘛？你不是有顶方块吗？你怎么没顶、啊？我没有顶方块啊。有啊，那绿色的不是方块吗？就是要头啊，顶顶自己的头、啊。那叫头，那叫头。对对对啊，没有，这是绿色的头，绿色的头。你又想到一个动物，那叫什么动物呢？绿帽。哇！哇！我们今天天空方块无双加强版。哇！加强。对，有些人还没玩过这个版本吗？嗯、这个版本呢可以看到底下初始的地它其实蛮厚的、哦、有两格还是三格的土，所以其实初始地还蛮多东西，好不好、嗯、那各个的地方的方块呢，那宝箱其实在这里就有，我有把它复制给大家看，最左边的就是初始的地有这些东西，好、嗯、那爆炸床我们等一下再介绍、嗯、就初始的有这个，那沙漠岛呢算是蛮重要的，就是弓箭的取得，因为它有蜘蛛网，对，你想要做钓竿还是做弓、嗯、就是要取得沙漠、嗯、然后其他的话算是比较特别的，这个地狱岛是拿附魔相关那个啊酿造相关的东西，酿造对、哦、然后这个的话再来就是那个可以做一颗金苹果，算是一个食物岛、哦、那最后呢就是只有一个中间金砖上面的就是这个木桶，哇塞，它直接就有附魔台，然后而且呢还会有 Ender Pearl 金苹果不死图腾，哇哦，所以抢过正中间的也是很重要的哦，哇哦，然后我们玩的这个加强版呢，它一开始的这个箱子里面有这个爆炸床，哇哦，嗯，也就是我们其实身处在地狱，如果你把那床放出来再点右键的话，哦。就会大爆炸，自己会不会炸死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没试过。但是你就可以当一个什么超级自爆兵，哦，你一个人杀到敌方家，一个炸四个也是一个方法。哦，自己当做可怕的概念就对了。对，一座岛，一座初始的岛就有一个爆炸床。杰克是已经被炸出去了吗？对，被炸飞了。杰克去也跳，炸到变红的了，很可怕哦。他就是放出来，点他右键，你睡上去他就会爆炸，睡上去就爆炸。好大一跳，还可以让别人受惊吓，受惊吓啊！太大一跳了。